我坚信青春不会消亡，它只是躲在某片绿荫下慢慢疗伤。岁月凝成一颗珍珠，却无法拥有，丢在地上冰凉，握在手里滚烫。我想拥抱它，却扑了一个空，它化作一片杂物散落在桌上。泛黄的日记本，气数已尽的铅笔，褪色的发卡，还有一个空空的背囊。那年，铅笔在日记本上写道：真好，我没有去打搅你的暗自芬芳。真好，你也没有戳穿我的刻意坚强。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中遇见了你们，而是遇见了你们，才给了我这段最好的时光。太阳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月亮像一把银锁，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这都是新生。是啊，这些孩子们精神面貌还不错哈。梁老师好。哟，梁老师也买新车了哈？人家那可是教委奖的。哦，对对，县上的先进工作者呀。不，地区的。啊，地区的。哟，预备铃响了。伴随着高中第一声预备铃的响起，我们自以为美好的高中时代正式开启。和我想象中一样，一群懵懂躁动的少年抽烟都忙于在初见的沟通交流中确立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带伴儿的。我叫王好，人送外号脑袋，但我并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只是我万万没想到主角的登场让我们的高中时代就此兵荒马乱。感觉很好笑是吧？看上去像个女人的名字。